小姑，干什么呢？花儿到处找你呢。我心里不安，想去看一眼三嫂。行啊，我陪你一起去。花儿，去啊？怎么不去了？我不去了，我就是随便说说。小姑，那日的事也是无心之失，又不是诚心的。你放心吧，连那日的绳子我都拿的是连夜儿的柴绳，再怎么样我都不会让小姑遭殃的。可是爹爹一说过去你就扮三嫂，我心里实在是……小姑。小姑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花儿算计你了？小姑，你如果记得的话，那日是你，你哭着求我让我想法子教训连麦儿的，我就说了不能帮，不能帮吧，这一不小心，出了岔子，还让小姑和花儿心生嫌隙。花儿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小姑，你心思太单纯了。你要是要让连麦儿卖了，你可能都不知道。花儿是实在看不过眼，才想着帮小姑你的。你想想，连麦儿有没有再来找你麻烦？每一次去镇上，花儿看到那些好看的坠子镯子，哪一次我不是想着小姑你的呀？花儿有哪一次是骗过小姑你的？花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啊！我信你，我信你，快别哭了，行吗？啊，好了，再去我屋子里挑几个好看的坠子去。行。